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嘛，是我们的清明祭祖报恩啊，三十系念法会啊。往年嘛，我们都是在台湾大学做。那最近自从疫情之后，大家都比较保守。那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念佛堂这里做，但是来参加法会的众生也是相当相当的多啊。那么呢，我们现在现场啊，就是这些同修大德，我们网络上也有很多的啊同修大德跟我们一起在做这个三十系念。我们的这一次的三十系念法会，事实上从昨天就开始了。怎么说呢？昨天有来参加诵地藏经的人举手，也不少同修来参加诵这个地藏经。事实上，讲到这个地藏经啊，无量寿经，我又有一段非常的感人的话。那是在十几年前，很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华藏会是已经开播了。那个时候，有一次呢，我忽然想到，哎呀，应该要把无量寿经还有地藏经这么的好啊，我们应该在电视上来播放，让全球同修大德们都一起来参加啊，这个力量相当的大。虚空法界，甚至各位要知道哦，也有法界众生来参加了。今天嘛，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讲那么多了。有法界众生啊，从他们那一道请假来参加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一次我们 delay 了啊，两点钟要诵经，结果到2:22就有很多的电话打进来。打进来以后，他们都说诵经时间到了，为什么不赶快诵经？每一个声音都一样，都是难众的声音，都是问同样的问题。当时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华藏会士的员工正在开会啊，那时候礼拜六好像还有上班，十几年前。那大家一听到哇，外面电话声音那么吵，二十几通电话全部响起来，然后接起来一听就说诵经时间到了，为什么不赶快诵经？一直到2:22停下来，因为开始诵经了。每个人都是这样问，后来我们每个人听电话的人都这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因为啊，你们说两点诵经啊，其他道的众生从他们那一道请假来我们这个人道来跟着你们一起诵经，你们 delay 了嘛，你们迟到了嘛，你们啊慢诵嘛，所以他们要回去报道，怕来不及，他们紧张嘛，以后你们要按时准时。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典故。 anyway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无量寿经还有地藏经，我们尤其是在法会的时候，我们一定先诵地藏经。像我们昨天下午，我们就先祈请地藏王菩萨，还有龙天护法，还有地神护法，先到我们的，先来我们大家都先恭诵地藏经。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洒净。为什么洒净呢？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32应遍成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羊脂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啊，昨天啊，各位如果昨天有来参加的人就知道，昨天我是亲自来洒净的。因为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典故，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要亲自来洒净。因为我最近刚从英国回来，那么因为英国方面还有这个梵蒂冈方面，他们都需要宗教团结，促进世界和平化喜干戈，众生呢消灾免难平安吉祥这是大家现在尤其是梵蒂冈教宗非常非常的积极的在 push 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昨天前两三天呢，应该是为了这个法会我特地回来。那么呢，沿途哎呀，真的是108000里路云和月啦，我感受到真的是众生太辛苦了，到处天灾人祸这个地震，那么呢水灾火灾，还有这个战争实在是太恐怖了。哎呀，千处祈求千处应，观世音菩萨所以说昨天我就特别来洒净。当我举起杨柳枝
啊，甘露水的时候，念到一个咒语：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片十方，心山垢秽尽捐除，令此坛场悉清净。心山垢秽的不是只有这个坛场，全世界到处都，特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是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啊，心不清净，心不清净，身就不清净，身不清净，每个人所处的身不清净，整个社会就乱了，啊，也就是世界就乱了。所以嘛，昨天我非常感受良深的，我跟我们元清法师说，我特别感受良深，这一场观世音菩萨的洒净的这个法会，就由我来亲自来，因为我实在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特别特别的这个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扬之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大家要好好的好好的持诵观世音菩萨，持诵观世音菩萨跟持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都不要有分别心。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慈悲，观世音菩萨也是古佛再来的啊。那么为了度众生，他现菩萨像比较容易跟大家来接触，他可以到处去，千处祈求千处应。所以说啊，我为什么昨天来啊洒净，我也感觉因为我这次受到太多太多的这些感受啊，全球这样跑，心里实在是真的是心有千千结，我自己都感觉到哇，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太难，诶，这么观世音菩萨一洒净了以后，眼前一亮啊。所以说啊，大家我们经常的心里要有清净心，当你有点那个祈求观世音菩萨，祈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昨天我特别来啊洒净，那么今天嘛早上嘛，我们又有这个啊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告诉各位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慈悲四十八大愿，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能够信愿持名念佛，你要信要深，要深信，愿要切，深信切愿还要力行，所以叫做信愿行，深信切愿力行，阿弥陀佛圣号，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慈悲接引众生啊。OK， 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这个阿弥陀佛啊，在接引大家，在加持大家，在保佑大家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大家要有所依靠，尤其是法界众生，更应该要好好的信愿持名念佛，接追随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这两天，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法会是从昨天就开始了，昨天开始地藏经洒净，早上无量寿经，还有刚刚的佛供五供养，我们上供十方三世佛，中奉诸圣贤，下集以六道品，我们全部的供养，我们等师无差别，我们以平等心，以恭敬心来虔诚的供养。所以啊，今天下午接着我们的重头戏三十系念法会，很希望法界众生还有我们地藏殿堂上护法诸神众，法界诸众生，还有来参加法会的众神灵诸神众诸众生，都能够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来做这个三十系念法会，以真诚心恭敬心，必有感应道交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慈悲接引大家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希望大家都好好来参加同沾法义求生净土照证菩提。那么这个法会呢，当然更是名扬两利的，我们老和尚一直在讲啊，名扬两利，对于各位同修大德，你好好来参加，你业障消除了，业障消除，福慧就现前了嘛，不是吗？啊，心要清净，尤其是你要好好的念佛，求清净心。那么呢，今天这个法会呢，我们这次的法会就是清明祭祖报恩祈福三十系列法会。那么呢，清明是每年重要的祭祖。祭祀祖先的日子，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祭祀我们祭祀祖先，祭祀是怀念祖宗，效法祖宗，继承祖先的美德，它确实带来很醇厚的风俗，对社会长治久安、富强安乐产生很大的效果。现前这个时代呀，天灾人祸越来越显著了，大家害怕了，是不是啊？最近尤其是太多的天灾人祸，就是地震，心不平天摇地动我们要把祖宗的教诲认真的落实，再推广到全世界，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化解冲突，得到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谐。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前的环境，现前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遇到了空前的混乱的局面原因就是缺少圣贤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诲，这是今天动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对于清明节的就格外的要来重视，我们利用这个节日来提倡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帮助社会安定，帮助社会和谐我们传统祭祖呢，有清明祭祖还有冬祝，这是两个最大的节日。那么呢，我们纪念祖宗继承祖德，要把它发扬光大，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带来和谐，世界带来安定和平。 OK， 所以呢，我们在处事待人上面呢，不要大家一味的竞争，竞争是动乱的根源，化解动乱要学什么呢？学忍让。菩萨六波罗蜜里面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我们的老祖宗交代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谦虚，要礼让，要忍耐，对人要尊敬，要关怀，要照顾，要互助合作。那么呢，希望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纪念会上、纪念法会上，我们大家都能够明了，我们用真诚心来对待大家，更要把我们的这个法会的精神、法会的理念要放在心上，不要只是说说就过去了运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人对事要遵守老祖宗的教诲、菩萨的教诲做三教圣人的传人，真正落实要落实既绝学开太平的使命，要认真努力的去做，这是我们纪念清明节真正的真实的意义我们佛弟子今天念佛，用三十系念佛事来祭祀超度祖先的方式，既能培养我们自己的厚德和孝心，又能利益这个我们的祖先真是名扬两利。希望大家在这里要用至诚心、恭敬心来做好这一次的超度三十系念法会这是名扬两利的对自己我们本人、我们个人、我们自己能够消灾免难、福慧增福增慧，对世界能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得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目前呢，天灾人祸，整个世界、整个世间灾难相当多，人为的战争、自然界的地震、洪水、
火灾、风灾等等，我们的净空老和尚在2020年的4月份的这个清明祭祖报恩30系列法会致辞的时候，他说这几句话，他说化解灾难，认主归宗，靠定弥陀。所以啊，要化解灾难，要回头找老祖宗。要老祖宗是谁呢？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老祖宗在哪里呢？啊，老祖宗啊在哪里？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那是啊老祖宗的教诲，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大根大本就是孝跟敬两个字。孝我们用父母做代表，敬就是以老师为代表，对一切人一切事要懂得尽孝尽敬恭敬。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经验，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成效靠得住啊！我们要认主归宗，依照老祖宗的教诲啊，好好的来做，还要靠定弥陀，要皈依弥陀，要靠弥陀，弥陀啊，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所以说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做这个三十系列法会，尤其是这一场啊祭祖报恩啊消灾祈福的三十系列法会啊。那么呢，老祖宗啊的那一套，老祖宗的典籍，老祖宗的教诲都是非常非常的啊有效用的啊。我们呢、啊、应该要好好的尊重。那么老祖宗的绝招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我们学佛最主要的也就是要明心见性。所以说啊，传统文化古圣先贤所教的，还有活菩萨所教的，完全是随顺性德，没有丝毫违背，随顺我们的性德，所以它是圆满的，它是幸福的，带给我们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你要不要随顺呢？要不要呢？啊？对自己啊带来，哎呀，这里病那里病啊，对居住的环境带来，哎呀，灾难那么多，这些都是怎么起来的呢？就是居住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呐、啊，我们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心念所引起的，你的心会生病，因为你的身生病，因为你心先病了，你心病了，你的心贪嗔痴慢疑太多了，心病了，所以身就会生病。你的环境为什么会糟糕呢？为什么灾难那么多呢？也就是心病生病带来所有的一切都生病了，环境也生病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身体乃至于山河大地啊，都跟着我们的心态，跟着我们的情绪在变化。我们的心念要怎么样呢？要随顺性德。我们的心念一定要随顺性德，就没有一样不好。这就是化解一切灾难的真正的道理，大家听懂了吗？啊，怎么叫做随顺性德呢？老祖宗说啊，把孝心、恭敬心找回来，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通通都做到。念佛的人，我们能够把一切万事万物都看成阿弥陀佛，都看成阿弥陀佛。你这个人啊，对我不好，哎呀，我们不要跟他计较，阿弥陀佛。那个人对我好，哎呀，阿弥陀佛。看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是活菩萨，这就是圆满的随顺。阿弥陀佛是性德的名号，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念阿弥陀佛不但在这个世界上，在片法界虚空界都是第一个利益，无比的殊胜。
这一句佛号能破一切的魔障。大家念，这一句佛号能破一切的魔障。跟着我念。这句佛号能化解一切灾难。遇到困难，你就念这句佛号。靠定这一句佛号，其他的都不要胡思乱想。那么这一句佛号能够令你静随心转。这句佛号能静随心转。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了啊，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嘛。但是你让我做不？也没有做啊。有的人举手。哎呀，真的哇、啊！啊，真佩服，真佩服。那你一定修得不错，大家向他们学习啊。即使你还没有做到，没关系，知道并不晚。好，好吗？静随心转，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要做到才行哦。要落实才行哦。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天天想阿弥陀佛，知道在这个世间什么也带不走啦。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是一场空。不再想这个世界啊，好事坏事，通通让它一笔勾销，把自己身心啊，把自己的身心性命都托付给阿弥陀佛。大家要听话，佛教我们怎么做，老老实实的去做。希望大家，我们跟希望法界众生都一起，大家都要老老实实的去做，信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只有这个愿望，只有这个目标，其他通通是假啦，通通都应该放下。所以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三十信念法会，更希望法界众生啊，都能够好好的来修持啊，信愿持名念佛，好好来做这场三十信念法会，求生西方净土。同沾法义，照证菩提。那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来做这场三十信念法会，信念持名念佛，心净则土净，心清净身就清净，你周围的环境就很好了啊。所以啊，真正念佛人啊，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名闻利养啊，没有五欲六尘啊，更是不会有贪嗔痴慢呐、啊！啊，你好好念佛，这句佛话在你心中，什么贪嗔痴慢一通都没有。那么呢，处在当前的社会里，你就不用惊慌，不用恐怖，清净慈悲，一心为众生服务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学佛的同修要做的啊。那么佛说啊，一切法由心想生，十法界都是我们自心变现的。我们的心想什么，就变成什么样的境界。所以一定要相信，相信什么呢？佛常常讲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是整个佛法理论的依据啊。特别是我们要念佛成佛的这个法门，念佛成佛，念佛往生，念佛作佛。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众生佛跟佛不二，众生佛是不二，唯恐你不会念佛啊，会念佛的你人决定会作佛。如果你不会念佛，口念心不念
啊，那当然不一样啦，要会念佛。知道怎么念佛吗？啊，我们大家都学佛那么久了，应该要知道怎么念佛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尤其是啊，我们这个三十信念法会里头啊，中峰禅师的开示，他开示什么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他在法会的这三十信念课本里面就开示，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是此方。我们就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什么都放下，然后这样说啊，我们都能够做到的话，我们住在哪个地区，哪个地区的人都会沾你的光，你要不要做啊？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我们念佛就能够让这个地区减少灾难，这个念力不可思议。所以啊，各位同修啊，今天下午的三十信念法会嘛，一心专念啊，我们念佛能够化解灾难，也就是现在灾难那么多啊，啊，地震、天摇地动啊，哎呦，太多太多的啊，人为的灾难、战争啊，风灾、水灾，哎呀，太多太多了，讲不通，灾难太多了。我们大家好好的来念佛，一心专念，念佛能化解灾难。一心一意，我们好好来念佛，好来做这场三十信念法会，其他念头通通放下。我们把我们的功德，把我们所修的功德回向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家亲眷属，我们累劫今生冤亲债主诸众生，以及一切有缘无缘的众生，还有参加法会的所有众生，我们希望都能够达到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同沾法义、照证菩提、解冤释结、消灾解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祥和，这个世界就会更和平，整个就会安和乐利。希望大家好好来做这场三十信念法会，我们功德虔诚的回向。好，那么我今天啊，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